我肯。脚上有虾米东西？蚊子啊，很多蚊子啊。哦，是因为晚上啊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你爸爸有给你吗？没有啊，都被你拿走了。拿到那个魔兽一个人的薪水，等我们做一个。没，全都烧完了呀！我养了几个，等于养你一个。牵了什么回来了？他牵一条树枝，你刚好被你踩到，你踩得真好，你的脚刚好就把他们切断。注意哦，想说晃晃。它就会超重啊，那三分钟就没，三秒钟就没电。马达直接过热。
看无啊。正刚看无啊，就不要飞了。所以我不懂哎、欸。